杨超越跟吴宣仪，请你们俩往前上一步。杨幂第一。两位，你们在来101之前对自己的成绩有什么期待吗？没什么敢期待的了，差不多没了。你不是说你自己是全村的希望，你怎么会没有期待呢？不是，就我骗你们了，我其实我们村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个。你骗谁了？骗村里人了？那我骗了全民创作，全民什么创始人。我骗了女团创始人，我其实我们村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个，但是现在开始他们肯定都知道我在做这个了。对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就是加油，让他们为我骄傲，让我们村也为我骄傲。好好好，行。女团是一个正经的职业，不用骗村里的人。很特殊的。那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一个真的很普通的人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一些什么修仙小说什么的，就很中二。然后我小学的时候就成绩也不是很好的那种，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仰望着别人的那种。然后我突然一下子就站在就是那个顶端，我就觉得有点高处不胜寒，就是有点害怕。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实力，所以我没有那么特别有自信，但是我一定会自信的。然后我跳舞的时候也一定会笑，然后就嘴咧特别大的那种，让你们看见。真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点赞。你现在笑一个我看。对着我们呗。牙齿，超哥，好，那杨超越，你想当第几名啊？我，说真话。第三名。说真话。第三名。说真话。那你这是逼我。我就是第三名。为什么不想当第一、第二呢？太高了，我还没有那个准备呢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能准备好？等我学会 rap。哇，老师你为什么笑？跟亚米好好学 rap。我现在想听的是你们从刚开始录制这个节目到现在啊，就是你们心里最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。我可以说吗？可以。我觉得在下面的很多女生，她们都有能力站上去。对。今天的成绩并不代表什么，真的不代表什么。然后我们只要做到自己的最棒，超越自己，然后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王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你俩有吗？就是我觉得吧，要不你们在淘汰的人里面抽几个人送个手机啥的呗，就是重在参与，就弄点奖回去啥的，也挺好的。杨超越，说好。好，现在公布第三名，在杨超越跟吴宣仪两个人当中要进行一个选择。杨超越刚刚说自己想成为第三名，对吧？恭喜你成为第三名。吓死。哎呀妈。谢谢。姐姐。我们一起来。接下来呢，亚米和吴宣仪中谁又将成为第一名呢？我好的同学跟你说，请你们分别评价一下你们眼中的对方。
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，结果第一场开始，我就真的觉得我们中国的第一女团就要诞生了。然后对你说说对方的感受。哦啊，好，有不爽也是可以说的啊，不要老说一些官方的话，这样就没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官方啊，他是官方姨啊，官方姨啊，不是亚米，我真的就是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私底下也很有魅力，然后他的说唱可以算是中国女团数一数二的。你觉得这话官不官方？可以啊，官方，官方，官方了。亚米，来你来说一下。轩怡，她真的很可爱，她会哎，发现你好像不开心，然后她会拍拍你肩膀啊，拖着你手啊，对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排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我很紧张，前面没有镜子，但是呢，我又怕跳错，然后我就很猛的跳，然后可能就有点不太好看。轩怡他就提醒我，他说：“其实你不需要就是用死力去，你可以稍微动一下你的头发，就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会比较好看。他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我觉得一句话评论不了，一天也说不了，然后就大家慢慢的发现吧，你们两个人的票数相差了2179个点赞，所以其实特别的相近，所以现在我要揭晓答案了。恭喜吴宣仪成为我们的小红书 APP， 这里的日常更精彩。上小红书看看穿搭灵感，这样穿帅过男朋友，这样穿显腿长。换一身，这是我的搭配，我的装扮，我用谁来定义？我用小红书标记。我要分享这一身，上小红书 APP。标记我的生活，我也想尝试新风格。等你长大吧，我们来场 battle 啊！标记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紧张，分享第一次穿上演出服的兴奋，记录每一个骄傲的时刻。毕竟我是全村的希望嘛。小红书 APP 标记我的生活。下载小红书 APP， 标记我的生活。本节目由你 pick 的小姐姐都在用的小红书 APP 联合赞助播出。5月13日晚8点。